处长啊、哦，我们这边老师哈、哦，还有张大哥，台山来后，而且海外台语哈，我讲卡练嫩啦哈，我起码得我讲台语啦哈、哦，希望因听有我讲什么啦哈、哦。啊，去年哈、哦，我嘛有来啦哈、哦，今年哈、哦，阿哥来，今年看到各位哈、哦，第一哈、哦，我看你头毛哈、哦，愈来愈乌呢。第二呢，那个笑容哦，笑容嘛，吼、哦，愈来愈多啦，哦，笑眯眯啦，吼、哦，啊，再来呢，身体愈来愈好啦，哦，年岁愈来愈长啦，吼、哦，拄啊，处长讲吼，咱婚姻观啦，吼、哦，我是为嘉义来，嘉义吼，甲婚姻吼是两个兄弟啦，什么兄弟呢？哦，是讲老人多尔吼，咱、哦、是长寿大县，长寿县第二名，安尼好无？好。长寿的县，哎，第二名啦。哦，明年要拼到嘉义去，好啊。哦，唔好，长寿啦吼，愈长愈好，所以哦，咱的这年岁吼，愈来愈长，哦，这是一个趋势吼。咱来讲学习不快乐。哦。但是你也知影吼，学习的目的是啥物？人家学习吼，逐天拢来，吼，天天拢足快乐的，无毋对。但是学习了是为着啥物呢？学习是为着生活，吼，爱记哦，学习是为着你的生活，互你的生活的品质更加好，互你的生活更加幸福、美满，安尼对毋对？所以吼。咱伫教育部这计划内底吼，讲来乐龄学习啊，要一二三呐，吼，迄上重要是迄个三哦。啥物三呢？三点是讲第一点，你吼学习了，啊，上课来学习，爱快乐学习，无毋对。但是呢，你登去厝吼，第一点，你家己爱应用，吼。好比讲吼，你若来遮唱歌，你登去厝内要唱歌无？继续唱哦！你来遮学一寡运动，你伫个厝要继续安怎？继续运动啊！安尼知无？这就是应用哦。哦，啊，第二点呢，你若第二点吼、哦，除了家己以外吼、哦，你伫个厝，咱有厝边头尾无？厝边头尾拢来啊无？还是足侪啊未来嘛？对无？所以吼、哦，第二点上重要着，爱分享。分享，好，讲几句好无？分享，啊，这个吃好到时候无啦，安尼知无？哎，第二点，你吃好，转起来到时候无？啊，厝边头尾还未来吼，你讲给伊听，唱给伊听，运动，吼，甲伊吼练练，做给伊看者，吼，大家拢来，哦，参加，安尼上好啦，吼。第三点吼，咱这个社会内底吼，有足侪需要咱去关心，需要咱去关怀的吼，安养中心啦、啊、孤儿院啦、啊，足侪吼孤单老人啊，伊嘛是吼弄不出来，所以吼，咱学一寡老人的物件，咱学了以后呢，爱去安怎贡献服务啦。这点吼，阮抛下吹点，阮张大哥吼，张大哥做了很好。影片我拢有看到啦 ，YouTube 影片我拢有看到。哦，来带遐咱师大去遐安养中心吼、哦，去表演啊，去做因运动啊，遐拢坐轮椅呢，吼、哦，吼、哦，带一寡带运动啦，哦，叫起来运动，互伊身体好，啊，心情好起来，吼、哦，啊，足有意义啦，啊，足有意义啦，安尼好无？好、哦，所以吼、哦，祝福大家啊、哦，新年新的希望啊。哦啊！你后摆搁要来哦！啊，重新学习啊，重新学习，天天努力，重新努力，哈、啊！祝大家哦，谢谢。